內地藝人鄭爽近日爆出代孕棄養風波，事件發酵至今已經第五日，討論聲仍然未有消退。而近日網上更瘋傳疑似鄭爽本人經營的微博私人帳號，昨日突然貼出了一張打了格仔的肉色照，揚言將會在2月11日公布無碼原圖，頓時引發外界猜測，會不會是之前鄭爽爸爸指控張恆多次出軌、手機錄女生不雅視頻的說法。